在不同国度的梁宝华和张允荣将如何完美呈现？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？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，在你遗忘的时候，我依然还记得。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？我早已经了解最终爱情的规则，虽然不能爱你，却又不知该如何。相信总会有一天，你一定会离去。啊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？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。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。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。既然曾经爱过，又何必真正拥有你？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。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，When you used to love me tomorrow。 又何必真正拥有你？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。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在那首歌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? Will you still love me? Tomorrow.